顺便看有没有。所以你们真的要随便盖，然后只限字数。可以啊，好啊，哇，没盖过，好，11个字，哇塞，超过11个字，太多了吧，照样造句，照样造句，来，造句了，造句了，是什么？自然，11个字，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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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问题为做选择范围，什么意思？是说给你一个问题吗？问题意思说你是白痴吗？类似这种，然后你还要想11个字，还要超过11个字，哇哦，或者是哇、哦、太难了吧？还是意思说什么什么什么吗？就还哎、欸、还没有还是意思说，比如说问说比如说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题目是这样，然后他就要去盖他盖的人喜欢的东西之类的，他意思是这样吗？这样好奇怪啊！对啊，这样好神秘哦、喔，这样感觉会被黄标。再一个哦、喔，玄学是什么？食物，11个字，11个字，11个字的食物，好像我们盖过蛮多的、欸。嗯，哇，食物都被你们玄学又是什么？玄学，都市传说，太可怕了。都市传说也有盖过，嗯，我有印象，好像有。物品好，任意主题，哎呦，11个字没有主题，11个字任意主题就是这个啦，就这个啦，假的，那要想一下哎、欸，哎要限10分钟吗？是吗？就11个字嘛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要强制传送吗？强制啊！哇，按下去了，好，可以的，大家可以的，11个字。好，天马出题没有限制时间吗？11个字的食物吗？哎呦，限制什么没有吗？没有，任何主题，天马行空也可以。嗯，好，我想到了，呵呵。啊，我想一下，超过11个字还是刚好11个？他是说超过啊，超过11个。嗯，哇，刚好11个，好不好哇？完美啊！11、12、13、14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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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1、12、13、14，哪有创意哦？啊、你跟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，就是要被唾弃哦。绝对不会、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这样卖掉他好吗？我想看怎么抽到我的要怎么盖啊？题目超简单，你们好可怕啊！你们好可怕、哦。我的题目其实也蛮简单的。可怕、哦！太可怕了，好可怕哦！偷看一下，好可怕。楚风，你等一下害人终害己啊！你小心啊！哎呀呀，好恐怖哦！感觉你在想一些很难的。然后有限时吗？是有没有床前明月光？怎么干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好了，这个，随随便便有限时对不对？10分钟对。好。我自己，我怎么？好 ，OK， 是可以先10分钟，大家只有10分钟，赶快啊！哦，10分钟而已哦。对，还自动传哦。啊！谁抽到我的啊？谁抽到我的？哦哟！你这个太难了吧！你们说拿头在哪里啊？那个书的建筑手册第二页。我要哭了！洋洋，你加油！太难了啦！洋洋已经哭了。很好奇。Oh my god！哎、欸，10分钟而已，10分钟，听到有人崩溃的声音。那到底是大魔王？这个太过分了。可以啦。我要讨厌你
可以的。怎么可以说我始祖是大魔王？他明明是大坏人哦。什么鬼？你什么？嗯，你忘记是用起来？指定用起来。好、哇，太棒了！哦、指定就是要这时候用的、啊，赶时间用的吗？对。啊，可恶！应该偷学一点指令回来的。哎、欸，你按不好很恐怖哦，按不好会弄到别人哦。好爆！应该用这就可以了吧？不是，我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太长了。我的妈呀！你好，开了不行。讲话太开了，我感觉好高啊、哦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有人猜出这个，我叫他一声大师神呐、啊，才一声哦，大师大师哎、欸，叫大叫一百遍好不好？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啊啊！该到都要哭了，看到的瞬间就要哭了，元康也太崩溃了，我寺庙被人整了，被人二整了，哎、欸，干不对啊，我在你后面哎、欸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、啊，没事。笑什么？罪魁祸首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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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啦，十分钟够久啦。对啊，十分钟太多了。我觉得给我一百分钟不够啊。都OK啦，按下去了啦，先按再说啦。哇，等一下就大家跟着按。太厉害了！有本事跟着按啊！不敢不敢！不敢没本事，没本事！对，我没本事，对不起。没本事，不好意思。跟着按，跟着按，跟着按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最新潮流吗？跟着按，按了就可以嘴了，我不管。对啊，搞什么？就是想嘴。要多久？要多久啊？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好了，我按下去了，要多久？没在怕的，真的盖好了才敢嘴哦。滑鼠没有在动的啦，真的啦。有啦有啦，再有 feel。加个东西好了。OK， 哎呦，这样也要按下去是不是？再改一下下，再改一下下。先按再改，先按再改。不好，再改到一半，飞出去了。不加了啦，这再加累。我现在狗生气了、嗯。你男朋友吧？你这个按下去之后，不是他是男朋友。我永远爱我家的狗。你不是说他是你男朋友？他开台咯，你看他生气了啦，他说你在说什么。我才不要跟他跟我主人在一起了。你刚刚嫌弃自己了吗？被狗唾弃。连狗都不要你耶，你好可怜哦。哎、欸、怎么没看到时间？有啊，上面啊，在最上面正上方。好了，我感觉超棒哎、欸，洋洋啊！为什么是我、啊？你都可以卖人家、啊？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哦，那个就鱼汤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他那样好可爱哦。
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哎、欸、啊，我已经按过了。哈哈你现在才好是不是？先按再说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还是你暴躁？嗯，你暴躁？没有，是后面的人的问题。这个真的很难，是这样好了。然后就开始踢球了，哦，团团哦，哎呦，团团哦，是啦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，哦，团团哦，要是我是我，尿多尿，尿多尿，哎，真的剩我跟酱油哎，哎呦，尿多尿，谁阻挡我？尿尿都比你快，尿多尿。居然确实比较快啊！哎，确实对啊，确实啊，确实。错了，尿的更久，就有点可怕。嗯嗯，按下去啦！我真的要好了，爸。我也快好了，真的。爸爸，啊，太难了。嗯。啊，该反了，白痴！太可怕了，这个。好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可以的啦，可以的。团团好了。我好了。就剩你啦。剩你啦。剩你啦。那我要盖那种示意图，我相信大家都有。哇！示意图。那后面是谁？哎，这个没有主题，根本没有方向可以猜，哎，真的。看看图说故事，这就是看你的建筑的本领了、啊。哎呀，哎呦，竟然我就盖着会玩，快好了，爸，剩你了，剩你了，快好了，剩你了，简单明了。盖主题花了五十秒，盖背景花了八分钟。酱油，真的快了，快给我十秒，还剩87秒，你剩87秒。好了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示意图，我相信大家都懂。懂啦，拜托，你怎么办？你下家很强啊！怎么？哇！啊！谁出的题目啦？白痴哦！什么东西？而且为什么是我们两个？这是在做梦吧？这什么啦？哇！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！什么？不要！酱油，我不想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想猜？酱油，我想猜。馒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等一下，这做梦吗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要大家要猜十一个字哦，要猜十一个字哦。啊、哦，对啊、哦，十一个字哦，也还是十一个字哦，以上吧，以上，对对对对，这是样样的题目。哎、欸，所以哈进你在我后面哦。嘿、hey ，好，那你不能怪我，那短短的东西，把样样输了。好烦哦，这什么鬼啊？可以吧？这应该有十一个字吧？啊、字有了，完美。这什么？没有啊，多一个字。哎，啊，我打错字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好，这样可以。啊！这应该这样卖好吗？不会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哦，这样很强哦。好啦，想卖才卖，是因为觉得它好才卖。等一下，差一个还是那个的？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不能打中文。
好了。嗯，哎，来了，来，下一题，什么、啊？不是我，什么鬼东西啊？你等下，你相信我，我看到就是这样子。什么？哎呦，洋洋，什么、啊？哇，你这题好佛系。哦，不会盖人设怎么办？那个他的 ID 是什么、啊？需要跟你讲一下吗？我他的投入啊他的 ID 啊，直接讲出来可以吗？我没关系，我查我查。什么泱泱哦，泱泱是不是要出卖自家人啊？奇葩事，男子不要出卖，这是爱的表现啊！老婆盖啊！在卖啊！不是这个，好不要，是谁？好难哦、喔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长怎样？那个，这什么？这也太发奇了！怎么把它？算了，这题随便盖了。哇哦，这题目，好难哦！到底是何这奇怪的东西？我的妈呀！我被他的粉丝打，我的妈呀！嗯，这样。不会啊，大家都很爱戴你的、啊。不好呀、啊！而且你好出想啊，你在打水还可以叫我帮忙。要怎么拿头啊？我不会拿。哇！有在场的人的话，就是那个输、啊、输的第二页有。输的。还有不在场的。所有玩家的投入有没有？有有有有。啊，那如果不在场，啊有了有了，看到了。哇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好难哦，内容太多了啦。好可爱哦。不是我吗？真的会盖不完呢、欸。啊、我的时间有限啊，只能盖得很简陋啊，不然我这个一定盖得很棒啊。应该不会被黄标吧？你为什么盖黄标？为什么呀？对啊，这个有点难。你在想什么？团团盖黄标的东西啊？不是啊，这题目比较裸露一点点。哦，放心拿麦块，哪有在黄标的？对啊。看游戏黄标的吗？就是我之前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标题，你的标题是下的太诡异了。没有，很正常。你是不服啊？有，很符合。你是不是只拍给儿童看的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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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、欸，没有的。差不多啦，我觉得这样都 OK 啦。这样，这个大哭。哎呀，头不见了。都不见了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为什么要自己盖这种东西？不是哦，你要问他那个团团哦。哦，应该是啦，因为泱泱给我的感觉就长那样。哦，他怎么给啊？你好，看一下。哦，嗯，这感觉不错啊。哇，这偶数格，
快一点啊，我们有限时间啊，这一定。没有时间。按下去了，按下去了。没有，我这要盖更好就要花二十分钟。啊、哦！哇，人家想问吗？你明还有剩时间，怎么盖那么烂？没有没有，再盖更好就要二十分钟。啊、哦、啊！哦啊、okay. 按下去啊你们按下去啊又多久了啊放弃放弃放弃气死我了完美，猜出来有鬼。像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。还有时间？没有，去查的都是白脚的。哦哦哦，懂了懂了。好了。我也好的，哎呦呦，哎呦，来送我，我太好了，哎，你觉得盖的真棒，酱油按下去吧，不行，我快好了，你两题了，哎、欸，又是酱油，又是我，加油，又是你，真的都撑到最后时刻哎、欸。别猜了！哼，真材实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夸张哦！在完成边缘。哎、欸，你又要剩八十几秒了。八七，八七。再提醒你了，最后一分钟。嗯，结果没有传送，我们会不会？有有开。其实我盖这一题，我在想洋洋，你这一题有个 bug。怎样？我结束再跟你说。好。出题都还可以出 bug。好了，不是啊，不是他，他盖完的这题还要多久？好了啦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啊啊！哇，这什么啊？这什么？等一下，地狱猪啊，柠檬，这是什么？我要反省，我怎么开心？小玉西瓜，等一下是哈基要盖的。哦，这人是。
看这你是不是干了一个小玉西瓜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瑶吗？不懂，这个我不懂哎、欸，可恶！为什么要加上这个？嗯，好，嗯，这样这个直接得罪两个人，这样好吗？好吧，我要随便，我真的只能乱打，看不懂。会得罪两个人，而且这是什么？嗯，可能你有盖完吗？有啊。嗯，他就是想要让你得罪两个人。不好吧？什么啊？好了，这样。好了。阿基，不要生气。不会难过。不是，下一题也不要生气。啊，就这样了，不管了。为什么？就这样了，不管了。大家都不管了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是这样穿呢、啊、？Go Go！ 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这今天是得罪大赛吗？是什么、啊？这种